晚上好，大家。嗨，妞，大家好，当然好看了，当然好看了。我今天拍了生写，还拍了我不知道今年那个叫什么，拍了今年那个叫什么？什么？叫什么东西啊？今年叫什么呀？啥什么不是？作品，对，作品。青春时刻作品，今年的作品。然后刚才去天台拍了几张照片。我不是故意的呀，我没有故意给你们看耳饰啊，我不会，从来都不会故意给别人看耳饰的，不会呀，不会呀。我今天特地精致的画了眼妆，睫毛有点塌，明天我也会精致的画眼妆的。太热了，明天还会这么热吗？我本来明天出门想穿那个 Joey 同款的那个小花格外套，我今天刚出去感受了一下，我发现好像穿那个出去好像就会死。明天降温太好了，明天能穿小花格外套了。对，明天要下雨，下雨怎么了？下雨不活了？下雨我不出门了，我生日这一天我就待在房间里，就这么虚度过去了。对，明天还有微博空降。你看我今天做的卷发，看现在已经没有。明天几点空降来着？6点到6点半，在超话，SH48超话。我用了那个巨牛的粉底，我天，我跟你说，我新买这个粉底和气垫巨无敌巨好用，虽然我说不出来他们是什么牌子，就是在代购上面买的，这是一家小众的那种店，然后它里面各种东西都是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巨好用，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粉底是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的粉底，反正就很好用，很好用。这个气垫也超级无敌好用，这个。而且这个气垫就是它不用抠开，它就直接往上掀开就可以，我像带货的。然后这个面是磨砂面的，就是那种，你听。然后这边也是，就是你蘸完了之后弄一弄，反正就是很，这根本试不出来，全是滤镜，反正就是很轻薄服帖，遮瑕力也很好，我觉得很适合夏天，然后也不干啊，因为夏天太湿了。怪不得不干
哎呦，我这两天都是12点多睡的。他们好像这几天从剧场回来都很晚，我今天5点醒了，哇，真的有人勤，4点半吧，真的有人勤劳的，真的在排练，在隔壁，太勤劳了，就是很辛苦。他们好像很晚回来，因为我4点半醒的时候，看宋先生给我发微信，4点多给我发的，问我能不能上午他能不能来我这儿洗个澡，然后我没回他，因为我太困了。但是我听见隔壁有人在排练，但是他们只排练一下下，大概10分钟吧，然后就走了，我就睡觉了。我早上才回他，但是他也没来我这洗澡，估计他也累得半死，他也没劲儿过来洗澡。对，他们跳很多很多舞，我听着就累了。我在这儿，我那天在床上躺着，我已经听见他们都跳什么，跳那个什么，然后那个什么，然后那个啥，然后那个啥，那个啥，就是所有都要重新排、重新学的那种，就是这么几只，就是。对呀，还有那首，对吧？你这么想让我不被淹吗？不好吧。心眼坏坏。太坏了。哎呀，我天哪。怎么这么坏呀？给你们看一下小鹿送给我的杯子，我给你们展示过吗？你们看一下小鹿送我的杯子，为我做了生日祝福视频，谢谢你。我没有夜拍脸，小鹿送的小熊杯。啊，我说过，小鹿送给我一个杯子，是我爱豆同款，但是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杯子存在。他真的很用心，他还特地去搜了我可能会喜欢什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杯子，但是我非常的开心可以收到它。陈琳送了什么？他还没送我呢。陈琳会送我一个新的 iPad 吗？李玉倩，她可能会送我生日祝福吧，毕竟她生日，我也只送了她生日祝福。会有人送 iPad 吗？不会是你吧？不会是宋心远吧？哎呀，多不好意思呀，太不好意思。我本来想今天化妆，了吧，那我就美美的等到12点的时候直个播吧，但是我觉得我妆真挺不到那个时候，太漫长了，而且一点也不真实，并且我关了直播就能马上立刻睡觉。所以一会儿我就要去卸妆了。
11:40，好呀，太好了，11:45吧。你也去卸妆去吧，去吧，去吧，然后播到12:01吧。哎，我刚才都困了，我这几天可困了，每天早上都可困了，就是我每天半夜都醒，哎，就特别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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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今天还被迫熬夜。我最近在休息期，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可是我一醒就有人在说话，就是正常的这种说话的声音。前天也是，我4点多醒了，有人在说话，就是正常的说话的声音，都显得格外的大声。买耳塞都没用，买了耳塞戴上就跟没戴上一样的，就是你还是能听见。本来很大声，不大声，就是正常的说，正常直播的音量。快点让我回家吧！天哪，太吵了。虽然我现在回家也很吵，回家也在装修，也睡不了了。每天早上更早起，那我还是在家待在这儿。我有一天，那天就是我4:30醒了，有人说话，然后我就放着白噪音，我听着白噪音，我根本睡不着觉。我听着白噪音，我听到了5点，我把白噪音关了，隔壁也不说话了，我就睡了。对，今天我妈给我发的，我们家已经把两个门洞给凿出来，就是敞亮了一点。我要从25号开始继续健康生活了。我下一场我们队公演就要，今年那叫什么，作品展示了，作品展示了。下一次我们队的公演，对，下一场，但好像下一场很多人都不在，作品展示，好像是这样说的吧。青春时刻，不知道叫什么，不是作品展示吗？对呀，下一场。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所以我都不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叫。我这长了颗痘，可痒了。这，看，这个遮瑕巨厉害。推销自己的机会都没有，无法推销自己，就是这次的展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对呀对呀，唱完就走。你资助的孩子，我赡养的老人。
你去看什么？我的作品展示吗？我的作品展示。다음곡은라이브가훨씬더원곡보다재밌는노래라서哎，我现在就想睡觉。한곡으로준비했어요같이포차연속도해주세요不行，我生日，今年生日一点也不好玩，也不期待。做最快乐的事睡觉，就应该出去玩，应该去迪士尼，去环球影城，去吃好吃的，喝好喝的。我来，我马上就来，我一会儿就预约。明天的安排，早上起来吃早饭，上午没有安排。上午就待着，然后下午再出门。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堂食，所以想大家吃了午饭之后再出门。上午可能就起来吃个饭，化个妆就中午了吧。发个微博，감사합니다다음곡은퐁퐁이라는노래인데요정규1집2016년에발매한정규1집수록곡이고제가너무사랑하는아버지에게바치는노래입니다사랑합니다아버지再见，晚安，拜拜。什么叫绿野仙踪版？迅雨，送我礼物了，我们聊点什么呢 ？Free night， Free night。真没劲，我现在每天我都不出门。
ground。我公演去剧场那天回来到现在我没出过门，除了做核酸我没出过门，没有见过太阳。我前天体检，然后说今年体检检查出来还是缺维生素 D， 然后我那天体检听那个大夫说让我看看你之前几年的是怎么样啊，他说你前几年缺维生素 D。 我昨天特别好奇，我搜了一下缺维生素 D 是怎么，他说要晒太阳啊，对呀，明天出门还没太阳。哎呀，我提前好几天我就看天气预报了，都不下雨，就明天下雨。然后你知道吗，我每天啊就是那个 live 就是那个秀动这个软件，它总是会给我推一些，就是说给我发提示说谁要开又要办巡演啦，在哪西安，然后什么这儿那儿啊之类的，就很令人生气。我还有一张延期的票躺在里面呢，不能卸载，就是它延期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寡跟我说他之前买了一个话剧的门票还是音乐剧门票，本来北京是首场，结果因为疫情最后变成了最后一场。然后我跟他说我这次买的这个演出票也是，本来北京是首场，我觉得估计会变成收官的场。我不退款，好不容易抢到，哇，你不知道我抢那个票有多么的难。我2点的时候就开始抢，秒没之后说群里说你可以刷新，然后我就不停的点，我就这样一直点，群里面说哦，我买到了，然后赶紧点，我点了有25分钟吧，差不多，我买到了，我为什么要轻易的退掉呢？像你可没。我就用我的手啊抢到。但是他秒没呀，一秒没就是秒没，我惊讶了，太惊讶了。虽然买个其他票也是，但是那是我最坚持不懈的一次。倒计时2秒，我喝完了，撑死我了。你们最近在看什么呀？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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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破浪的姐姐，看纪录片儿，我厉害。正义的算法，这些我都没看过呢。新闻联播。哎，我那个什么，那个恋综你看了吗？恋爱黑手党。就是好几个男的和好几个女的一起，然后呢这一群男女中有两对儿是真的情侣，就是打散在里面。就是如果这个规则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好像有钱拿，就是如果什么配对成功了，反正就有钱拿哦，避开那两对真实情侣找对象了，好像就算赢，这么个综艺，但我还没开始看。不是，是韩国的综艺，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还有没有。所以就是说，如果真情侣看着自己对象跟别人在一块儿，那个暧昧。心里会怎么想？但是能拿到钱呀，但我忘了是怎么着才能拿到钱。我很好奇，我就看了一个开场，我就没看。哎呀，太没意思了，好迷你呀。可是我每天自己在房间里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每天时间都不够用。戴上口罩，我可打喷嚏啦！我这几天都没有运动，我后天开始运动。快憋气！太没意思了，就是得攒点新鲜事儿。怎么还有歌叫猪猪侠呀？这是你自己写的歌吗？为大家演唱一首《猪猪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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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勇敢有力量，我就觉得羡慕我自己。不拉伸也没问题，口苦变凉，坐在镜子里。天南地北不放弃，减肥的朱古力。越痛越闹越动听。我们听过这首歌。我要冰淇淋，我要心态要冰淇淋，我要的第一，不能太费力，我们谢谢大家。哦啦哦啦，谢谢大家夸我唱的好听。我不想唱儿歌。
对，我在听 Card 的新歌，你们知道这个组合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正好评论里面有科普。 Card 呢是 DSP 于2016年推出并于2017年出道的混声团体，主打概念是扑克牌，寸头的男生呢是大哥，代表的花色是黑桃，代表的牌是 A 牌。高个的这个男生呢是二哥，那不废话吗？代表的呢是花色梅花，是 K 牌。黑色的这个女生呢是三妹，她是红桃，代表的牌是小王。彩色头发这个女生就是盲内，她是花色方块，代表是大王。我还买过他们的专辑呢，好像是他们出道的那张专辑，我买过。欧啦欧啦，买过一张。反正买过一张，买的是这张。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疫情之前吧。你们有没有看过小红书上很多人就是买专辑啊，清关清回来之后打开里面是空的，然后打开里面是菜，打开里面是大米。欧啦欧啦，天哪，保佑保佑，我不会这么倒霉吧，也不是没倒霉过。为啥呢？是好像是因为清关的时候就是拿出来检查棒放回去了，就也可能放错了。打开发现是新的 iPad。 哎，我本来还纠结了好久，结果前段时间还是在 K4 上面买东西，可能冬天的时候就能到了。买的衣服还在清关拿了，我那个Joey同款去年夏天下单的，秋天到的，穿不了了，已经冬天了，春天穿吧，有春天到现在了，现在太热了，可是我明天还是想穿那件衣服出去的。你最近沉迷买摆，我最近沉迷，我们最近没听歌。反季打折，我也买反季打折。我现在已经不买衣服，我已经好久没买衣服了。
塞不美。关键是我买了衣服，我这儿已经放不下了。虽然我还是很想买，我每次拍升旗我都不知道穿什么衣服。80一件，哎，我之前也买过，不就80一件吗？哎呦，对，自选衣服，选了一件张雅梦送给我的衣服，我觉得很酷，然后拍了一些像站姐一样的照片。太大了，怎么大？太大就穿 oversize 那种。我今天是在抖音上看见一个人直播睡觉，但是他都感觉他没有呼吸，他没有起伏。你们看见过吗？我总有种预感，感觉明天我会不高兴，怎么办？怎么才能让自己高兴呢？要高兴，要高兴！我明天，我有一家很想去喝的一家西瓜特调的一个咖啡，可是那家太远了，明天我们就不顺路。可是我又很想喝，好像26号就截止了，怎么办？那我明天就一定要喝它。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我不管他们想不想去，反正我想去。我要去，我一定要去。
哎，我已经嫌弃妆躺下了。我可以躺着了，再见。